演戏的感觉呗，就是演戏的感觉。我没有心了，心不动那不就死了吗？你跟今天老师回答一模一样，心不动就死了，心不动就死了。那你刚才问心了啥感觉，你还没回答呢？不是我，是孤影。那你是啥感觉？没啥感觉。你都被人亲了还没感觉？就给他放里面。嗯？起来，哎，慢慢起来啊，然后捞着他的脸，然后想松手，发现他会往一边倒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得把他摆正，哎，放他肩，头摆正了，肩摆正，还往前倒，哎，然后哎，再一扶，哎，好，不动了，啊，然后这时候一阵微风吹过，哦，有点冷是吧？哎，然后有点冷，别管那衣服的事了，这风夸一吹有点冷啊，有点。搓搓腿的这种爱下来了，然后看，行，对，懂。闭上了眼睛。对。行，好，就先演到这儿吧。来，准备，来，二位，请好。